那我们学校做87年来啊，为了老挝的发展，我们也培养了大批的中人才，为老挝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。大部分学生也走进了政府部门，到老挝的财政部啊、外交部啊、国家银行啊、中老高铁啊，好多企业界都有我们的学生的影子在那边。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企业家关注我们海外华人教育，为我们当地的发展培养人才。我在这里，我们也要感谢我们国侨办，我们每年都举办的这个中国的夏令营，所以我们好多学生都有到中国去看，看到我们中国的长城，我们的天安门，还有我们的云南广西，这一带我们的学生很了解。然后我看到我们国家发展得很好，我也希望我们好多当地的人的孩子呢，通过学习中文之后，更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，对于促进中老两国起了一个重大的贡献。